你帮手啊！乜事啊？妈咪话家姐想翻泥，听日想书翻宿舍噶。啲书咁重，我点搬啊？你系男仔，唔该你帮我搬啦。乜嘢啊？你大个我，你搬唔喐嘅嘢，我点搬啊？我唔理你啊！你成日成得多个人，快啲嚟帮手啊！嗱，系咪咧？家姐出嚟啦！ 头先我好似听到人嗌交噃，系咯，我叫佢帮我手搬你嗰啲书，佢就推三推四。乜嘢啊？妈咪叫你噶，我咁细粒点搬得起咁大箱书？唔惊，我有办法。睇我带咗啲咩嚟？一块木板同埋一架车仔。系啊，思嘉，你同 B 仔咧，而家帮我咧搬箱书咧上架车仔度，等我搭好块板咧，咁就好容易咧搬箱书上架车度噶啦。 几易喎，我谂我头先一个人都可以搞掂嘅。难力，系咧，家姐啊，头先喺屋企搬箱书落楼嘅时候咧，系好辛苦噶，但系而家喺度将箱书搬上车咧，又系咁易嘅。系咩？不如等我哋翻上屋企先，再慢慢讲俾你知啊。好啊。 佢去咗买餸啊，佢叫你食完饭先翻宿舍啊。哦，系咧，你话解俾我哋知，点解头先你楼下搬箱书上车嘅时候系咁容易嘅？哦，其实头先咧我哋用咗少少简单嘅机械原理嚟帮我哋手啫嘛。简单嘅机械原理？冇错啊，我哋其实用咗机械学上嘅滚子同埋斜面嚟帮我哋手噶。 滚子同埋斜面咩嚟噶？系啊，乜嘢嚟噶？滚子其实就系一啲可以滚动嘅物件。如果将佢哋放喺一啲要被搬动嘅宠物嘅下面，就可以利用佢哋本身滚动嘅动作，带动宠物向前，从而减低搬运时所需要嘅力量，亦即系话减低咗搬运时所遇到嘅阻力。其实喺好耐以前。 人类一早就识得利用滚子嚟帮我哋搬运啲重嘅物体噶啦。啲古代嘅埃及人就系利用啲滚子嚟帮佢哋搬运啲成吨成吨重嘅石头，用嚟起金字塔。佢哋将啲粗壮嘅树身表面磨到平滑，放喺地面，爱嚟做滚子，然后将啲成吨重嘅石头放喺上面。 情咧就好似我将一本重嘅字典咧放喺呢啲铅笔上面，嗱，当我一面推动本书嘅时候咧，啲铅笔咧就一面转动，咁本书咧或者啲石头咧就好容易咁向前移动啦。用其他嘢嚟做滚子唔得咩？唔系唔得，不过最紧要咧就可以好顺咁样转动。嗱，如果我将头先咧啲圆柱体嘅铅笔咧换咗嗰啲六角形嘅铅笔。 你话本书仲可唔可以好顺咁转动呢？系咧，家姐啊，如果啲滚子真系咁有用，点解而家我哋周围又唔系好见有人用嘅？冇人用，其实我哋日日用紧佢就真。喺工厂里面，尤其系啲自动化嘅工厂，如果要将啲重嘅货物由一个工作间。 运送到另外一个工作间，好多时都系利用滚子做嘅运输带嚟进行运送。喺机场，啲人每日要处理好多好多嘅行李同埋货物，亦都系要借助滚子。连 B 仔你脚下边嗰块滑板咧，都装有滚子噶。有关我事？系啊，你块滑板嗰两对碌咧，咪滚子嚟噶咯。系噃。 其实利用圆柱形嘅物件
做滚子的骨干，在形状上加少少心思，再在结构上加少少设计，滚子就变成今天我们用的车辘了。是吧，啲滚子同啲车辘有几似噶噃？系啊，几乎所有陆上用嘅交通工具都唔可以缺少滚子或者车辘噶。就算啲婴儿手推车、购物车，个个都有车辘噶。依家连啲行李箱都镶个车辘，方便携带。仲有啊，嗱，头先咧我哋见过啲圆柱形嘅物件咧，点样可以用嚟做滚子啊？啊，不如我哋一齐过梳化嗰边，我改用咧啲球形嘅波子嚟做滚子，睇下啲咩唔同啊？好啊。啊，思嘉，帮我埋本字典啦。啊，思嘉，帮我攞开啲杂志啊。我而家咧就将本字典放喺啲波子上面。啊 ，B 仔啊，你摆只手喺本书度感受一下。系喎，我今次感觉到本书唔单止可以好容易咁向前向后移动，连向四方八面咁转弯都一样咁容易。系啊，用滚动嘅球体咧嚟取代滚动嘅圆柱体咧，滚子就会变成滚珠，活动范围都大咗好多噶。好多机械部件、食饭台上的转盘都是有用到滚珠的。哇，你不说我都不知道，原来滚子是这么有用的。是呢，你刚才说我们除了用滚子之外，还用了斜面来帮我们手的。斜面是什么来的？斜面就是倾斜的平面啦。那有什么特别？哦，平时我们将物体由一个较低位置提升到一个较高位置的时候，是咪要几用力先？但系有冇留意？如果我哋好似头先咁，用块倾斜嘅平面帮手，慢慢将啲重物由低嘅位置向上推，咁喺升高物体位置嘅时候，系咪悭力好多呢？啲考古学家话，古埃及人除咗要识得利用滚子嚟帮助运送，仲要识得利用斜面呢个机械原理。先至可以将啲大块嘅石头一块块咁搭起嚟，成为我哋今日见到嘅金字塔。金字塔嘅表面本身已经系斜面啦，点解仲要用另外一啲斜面嘅？哦，冇错，金字塔表面咧冇错系斜面，但系太斜嘅平面未必一定有帮助噶。啊，不如等我用呢啲波子、呢本字典同埋一块画板咧做示范实验俾你睇咧。啊，帮我攞块画板出嚟啊。哦。嗱，依家咧，我用块板搭喺几本书度，先嚟做一个细小嘅斜面。将条绳咧，一头咧就绑住本字典，一头咧就绑住个篮，然后咧一面就摆本字典喺度，一面咧就摆个篮喺度，跟住咧就将啲波子咧逐粒逐粒咁放喺个篮度。咁系咪有一个越嚟越大嘅力可以拉喐本字典啊？好啊，思嘉嚟啊嚟啊！好啊，啊你试下咧一粒一粒咁将啲波子咧摆个篮嗰度咯，睇下用几多粒波子，即系话咧用几大力先可以拉得喐本字典。好啊，一、二、三、四、五，总共要五粒波子先至可以拉一本字典。思嘉，你倒翻啲波子出嚟啊！等我加多几本书咧，做一个倾斜度大啲嘅斜面啦。啊 ，B 仔帮我攞啲书嚟啊。哦，唔该晒。啊，得咗。啊 ，B 仔今次到你啦。睇下你用几多粒波子咧，先有拉一本字典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咦，我今次用了十粒波子才可以拉喐本字典噃。
冇錯啊！由呢個實驗咧，我哋可以知道將物體咧運上去傾斜度細嘅斜面咧，其實係比運佢哋上去傾斜度大嘅斜面容易。而運重物咧上斜度大嘅斜面咧，係比運去斜度細嘅斜面咧係嘥力噶。正因為咁，所以金字塔嘅表面雖然已經係斜面，但係啲埃及人仍然要起過一啲斜度細啲嘅斜坡，以便搬運啲石頭嘅時候唔使咁辛苦。日常方面有没有留意有些山路的设计，他们为了减低上太斜斜坡时候所要付出的重大气力，宁愿走多几步改用之字形的设计，其实都是同一原理的。嗯，是啊，连有些行人天桥都有类似的设计的，还有很多不同变化添。啊，是啊，连我手上这把刀呢都是利用机械学上面斜面的设计来方便工作的。是吗？是啊。那平时我们用这把刀的时候是用力将把刀这两面锋利的斜面压落要切割的物体，譬如说这个生果刀。但是如果我们将把刀和生果的位置稍微改变，同时将把刀固定唔喐，改为将个生果用力推埋把刀嘅刀边度。咁你话呢个动作嘅结果同我哋平时用刀切生果有冇咩分别呢？冇咩啊，不过危险一啲啫。咁有冇留意？其实当咁样切个生果嘅时候，你都同时将苹果嘅两半分别推上两个背对背的斜面。是吧，那个动作和我们刚才将双书推上个斜面的动作几乎一模一样。嗯，我明白了，所以越锋利的刀就越容易切割物体。为什么啊？哎，我都知道啊，因为越锋利的刀代表那两个斜面的倾斜度越小，将物体推上斜面时所用的力越少，所以就越容易切割物体咯。嗯，所以不单止把刀，连个座、个刨、个锄头、把刀片，通通都有一面或者两面锋利的斜面。啲钉、啲针、个锥，更是面面都是斜面，方便刺穿啲物体。怪唔得妈咪话，啲咁尖同咁利的工具，用起嚟要特别小心咯。仲有啊，呢口螺丝钉更是有斜面的双重设计的。双重设计？冇错啦。口螺丝钉的尖端部分好像口钉一样，面面都是斜面，方便刺穿物体。口螺丝钉的坑本身就是一个斜面或者是斜坡，不过是以螺旋形咁包住口钉而已。是吧？所以要将螺丝钉转入物体上就不用大力用取敲的，只要用螺丝批就可以了。啊，他是妈咪回来了。那司机你开门吧。哦，喂，还有啊，刚才入来的时候那条铁闸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开到啊，那你现在知道应该在哪里落润滑油了。我知道了。